的话本来就是应该奋斗的年纪哈，所以说就是今年的话看是在家里吧，家里的话能好好发展的话就在家里，如果说家里不行的话还是出去外面吧，就是自媒体啊，拍视频我会一直坚持下去的啊，加油吧，其他的多的就不说了，因为今天是元宵节嘛，像我们这边过元宵节的话要吃那个汤圆哈，汤圆就是包汤圆，这就用那个肉馅，还有可以包两种哈，有肉的有糖的两种，吃汤圆它的寓意就是一家人在一起团团圆圆的寓意啊，不知道家人们你们那边过元宵节是怎么样的哈，可能每个地方的传统都不太一样，但整体上基本上是一样哈，元宵佳节就是一家人坐在一起开开心心团团圆圆一起吃饭哈，那好了家人们，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了，感谢大家观看九根的视频，我们下期再见，拜拜。